天吃就是白吃。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，老板，给来份糯米饭。好的。几块一份啊？块。辣椒要的哈。辣椒要，辣椒要。哦，来一场辣椒。白糖是灵魂。白糖是灵魂，最上也是灵魂，折耳根也是灵魂，折耳根也是灵魂，是吧？就全是灵魂。全是灵魂。干萝卜也是灵魂。胡萝卜也是灵魂，酸萝卜。就没有不是灵魂的，花生米也是啊，花生也是灵魂，是的啊，这也是灵魂吗？这个不一定啊，这个不一定是灵魂，粉丝啊，这个是灵魂。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，是吗？香肠别给我，别开心要剪吗？要剪吗？要剪，要让剪的碎一点，吃起来比较方便。我也能上你的视频了啊，是吧？嗯。是我的荣幸，是我的荣幸，是我的荣幸。没有没有，是我的，因为你们天天在这辛苦的劳作，能给我提供拍摄的机会。贵州的经典小吃，这样一份是9块的。9块，对，都加的，加了那么多灵魂，就所以说它称为叫灵魂糯米饭。白天吃就是白吃。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，这大爷也吃了不少东西啊。我不能白天吃，我留着晚上吃。